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刘同牧师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三节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了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我们看见在这里一代又一代，这每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在神所托付他们的事情上忠心顺服，他们成为神可以信赖的人，以至于神的计划在他们生命当中可以成就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今天在神所托付你的事情上，神也能够照样信得过你吗？请问在神所托付给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你是不是也能够按照神的方式去做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？今天神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管家，而神所求于管家的就要我们有忠心。弟兄姐妹，在神所托付给你的家庭上，神能够信得过你吗？特别是做丈夫的，你是否能够为主的缘故做个家庭属灵的头，带领你的妻子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呢？我看见太多的丈夫不大懂得在家中建立属灵的权柄，平常呢抢着做男子和大丈夫，一碰到属灵的事情就谦卑的不得了，太太啊，你来做吧，你来代表吧。在神所托付给你的家庭上，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属灵的头，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？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上，请问神能够信赖得过我们吗？很多时候神感动我们为某些事工奉献，为某些弟兄姐妹奉献，我们常常左一盘算右一盘算，不是打一个折扣就是算了，下次等有更多的钱再说吧。多少时候我们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并没有顺从神的带领。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上，神能够信得过我们吗？今天很多人求神赐下恩赐，甚至各样神迹的恩赐，但我得请问你，当神给你恩赐的时候，你真的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用吗？还是像很多其他人一样，他们在利用恩赐在荣耀自己呢？甚至今天你在侍奉当中，你感觉受到委屈，受到攻击，你觉得孤单沮丧，请问神人能够信赖你吗？弟兄姐妹，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，常常都要经过孤寂的操练。我们需要在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些事工上，能够让神信得过我们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很属灵的长辈，有一个见证让我很受感动。他有一次，当他在侍奉的工厂里面遇到极大的危险，他与他的同工被一位暴徒挟持，那暴徒带着枪想要打死他们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他举目望天说：“主啊，我信得过你。”而就在那一时刻，他清楚地听见神回答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也信得过你。”他的心就得到极其的安慰。结果后来神就很奇妙的方式拯救他们脱离那暴徒的手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神有一天向我说我信得过你，那将是我最大的赏赐。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在神的面前，在神所托付给我每一件事情上，让我们都能够忠心顺服，讨神的喜悦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一生当中，主你就是这样的悦纳了我们。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件事情上，无论在教会、在工作、在家庭，或者我们个人的生命，我们都求你给我们一个忠心顺服的心智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是要能够满足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